一直以来 ,ATP 职业网坛都有很多神奇规律。这些神奇规律有些是沿袭很久的，比如赛皮定律，还有些则是最近才出现的，比如今天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张之臻定律。2022年在美网首轮连下两城，第三盘又手握七个赛点的情况下，张之臻被荷兰选手范莱特霍温拖入抢七。抢七，张之臻连续得分，在胜利在握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拿下了这一盘比赛的胜利。此后的比赛中，张之臻似乎受到了影响，完全没有了精气神，最终被对手逆转。在众多媒体和球迷的口诛笔伐之下，张之臻选择在 ATP 巡回赛上征战。十月份，他接连战胜了前澳网四强卡拉采夫、前温网八强福乔维奇等名将，职业生涯首进 TOP 100。这是有史以来首次有中国内地男子网球选手进入 TOP 100。客观上来说，此时的张之臻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2023年，张之臻依靠世界排名进入了澳网正赛，他是有史以来首位依靠世界排名进入大满贯正赛的中国内地男子网球选手。首轮比赛中，张之臻的对手是00后新秀美国选手谢尔顿。与张之臻相比，谢尔顿踏入职业网坛的时间有些迟。2022年，他在挑战赛上豪取15连胜，获得了三个挑战赛冠军，世界排名上升到 TOP 100，具备一定的实力。尽管如此，澳网首轮，张之臻依然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至此，在自己的三次大满贯之旅上，张之臻都能够率先拿到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张之臻或许能迎来职业生涯大满贯首胜。然而，此后的比赛中，谢尔顿连扳两盘。其后，尽管张之臻奋力拿下第四盘，把比赛拖入决胜盘。然而，在决胜盘中，他还是在抢十中落败，就此黯然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而迎来职业生涯大满贯首胜的谢尔顿，在此后的比赛中一路高歌，战胜了智利选手贾里、澳大利亚选手波佩林、美国选手沃尔夫，职业生涯首进大满贯八强。至此，他的世界排名进入了 TOP 10。2023年法网，张之臻终于实现了大满贯的突破，战胜了塞尔维亚选手拉约维奇、阿根廷选手蒂兰特，职业生涯首进大满贯32强。法网第三轮，他在与两个大满贯亚军挪威选手鲁德的较量中先下一城，一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在此后的比赛中，由于实力上的差距，体能到达瓶颈，最终张之臻被对手连扳三盘黯然出局。而鲁德则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三盘直落战胜了智利选手贾里，杀进八强。至此， ATP 大满贯赛事中又出现了一条神奇规律，那就是凡是能够战胜中国选手张之臻的人，至少能够杀进大满贯八强。巧合的是，谢尔顿和鲁德在随后的比赛中遇到的对手都是智利选手贾里，不过这也充分说明了张之臻的实力，相信未来的比赛中他一定会有不错的战绩，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来源网球之家，作者一心趋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